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轮源投顾王新杰。我想今天的台股相当精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早盘台股是一度冲高大涨200多点，再度的创下17428的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当今天早盘在冲高大涨200多点，全市场乐观之余，因为很多股票今天又是大涨，甚至今天很多的股票盘中又是亮灯涨停板的时候，当你在今天早盘乐观，或者在今天盘中震荡，你在那边在做追价，或者以为盘中拉回就是买点的之余，我相信有时候就是你要拥有的就是信杰老师的家族成员的盘中的一个讯息，或者你至少要是信杰老师的一个粉丝团好友们，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或者 Telegram 甚至 Lite 的粉丝团好友们，你要拥有盘中的一个讯息。我说在整个关键的短线，甚至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波段的关键转折点，你要的就是盘中的一个买点跟卖点的一个掌握住。那我相信今天的一个早盘的一个卖点跟短空点，你如果拥有盘中的讯息，或者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我相信你今天完完全全都已经让你值回票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相信今天应该也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多讲，因为你从今天整个收完盘之后，到整个今天晚上你要睡觉之前，甚至到明天早上你一觉醒来打开眼睛所看到的一个报章媒体杂志，它都会告诉你台股今天爆出，光集中市场上柜我就不算了，光集中市场爆出6448亿的一个历史天量。但是今天爆出的历史天量，台股今天却是开高震荡走低，你从大涨200多点，最后你看到的是以下跌105点，收在17096点，爆量收了一根黑棒下来。那今天一个爆量收黑，而且创出了这个6400多成交量，你看前几天最高的成交量也不过4800多亿，今天是一口气爆到6000多亿的成交量那接下来当今天爆量收黑之后，接下来行情该怎么看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重点，甚至为什么在这礼拜六下午2点信杰老师要特别在台北举办这场演讲会，我相信一定有我的原因理由，为什么不在4月初办演讲，为什么不在4月中办演讲，为什么不在上礼拜办演讲，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礼拜六，就是在4月底接近5月初的时候跟你办演讲。我相信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长期的忠实观众，你绝对你跟我有这个默契的人，我相信你大概心里都有数的，为什么我特别选在这礼拜六下午2点在台北办这场演讲会，一定有的原因理由。所以回过来谈到今天的一个节目的重点，第一个，这是我在整个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家族成员，所有的家族成员，不管你是我的任何一种等级的会员，任何一种种类会员，我在今天都早上都告诉他，今天台股会爆，应该会爆量，今天爆量加上最近的融资暴增，你看昨天大盘指数下跌了121点，昨天融资还可以一口气增加40几亿，这是真的是蛮夸张的。那代表现在就整个融资的角度，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今晚好做散户不怕死，就算昨天杀下来，一样继续逢低买进，一样继续去做追高买进的动作。而当整个台股今天爆量加上融资暴增，我今天还是必须善意的提醒大家，我想过的新角度，我不会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而每天讲你最喜欢听的话，那就是攻，那就是免怕，短线拉回整理完再上，免怕，拉回就是买点，以后还会再大涨特涨，免怕，你今天追高或者你之前追高套牢的股票，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再过几天你就可以解套，或大涨上去让你解套获利。我不会像其他专家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而讲这些，昧着良心讲这些你喜欢听的话，我讲的，我在跟你谈的时候是我所看到的事实，而且最主要的我都在跟你讲未来，在股票市场先知总是寂寞的，不要说股票市场啊，你都各行各业或者历史故事读过都知道嘛，先知永远是寂寞的，但是能够领先告诉你未来的的专家，才能长期下来带你在股票上趋吉避凶，才能长期下来成为股票市场的少数赢家。所以为什么你如果在股票上大概5年到10年以上，甚至10年以上的一个股市老手都很清楚知道，为什么在股票上常常流行一句话，散户赚钱都只是过程，散户真的赚钱都只是过程，对不对？长期下来散户叫做输家，80%的散户最后都会在股票上成为输家，为什么？原因理由就是因为80%的散户
不晓得在股票市场什么叫做不懂得什么叫做居高思维，好，因为80%的散户不晓得什么时候在高档你该卖股票，因为80%的散户当整个趋势反转的时候，还会认为已经被长期下来被市场洗脑，拉回就是买点，不是套在最高点，就是套在半山腰，最后真的等到跌到真的的中长期底部区的时候，好，散户几乎都没有钱买股票，而是满手套的股票，甚至融资都被追缴断头出场。那我希望是你在近期过度扩张性用融资买的投资朋友们，我真的希望如果当有一天大盘指数涨多回档下来的时候，你的融资最后不要被人家追缴断头出场，好，这是我善意的提醒你，好，所以短期这边你要提高警觉。那今天早上我在逢高带着信杰老师家族成员，我们今天做的动作就很明显，很简单，逢高获利调节股票，好，明明知道今天要爆量下杀，好，当然是逢高做一些获利调节股票，而且今天这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今天我们逢高布空单，好，那今天我们整个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今天的空单高达将近300点的价差，光今天一天高达将近300点的价差，300点的价差，你真的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因为今天台股的震荡幅度就是这么的大。今天的震荡幅度就是这么的大，那不管不只是信杰老师的家族大财富家族成员，今天有300点的价差，我相信你只要是信杰老师的粉丝团好友们，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Light 粉丝团好友们，今天在11点多接近12点的时候，我有没有在我的粉丝团盘中的免费讯息里面建议你告诉你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请你逢高放空，有没有告诉你信杰老师大财富家族成员的穿价的成交的价位，有没有公开告诉你？那如果你在今天11点多、大概11:40-11:50的时候，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你在今天盘中收到我给你的免费的盘中讯息，免费的盘中讯息，你今天那时候还在17300多点，你空下去还上涨100多点，你空下去你今天至少有250点的价差，所以我说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有时候真的在关键的时刻，有信杰老师我在盘中免费善意的提醒你，今天就马上让你值回票价，这关键转折提醒你一下，我相信你都一切都值回票价的，一切都有那个价值的，一切都值得的，甚至在整个今天，我有没有在我的粉丝团里面，我也公开告诉你，今天我们在逢高获利调节股票，我可不是等到今天尾盘杀下来的很多股票由红翻黑杀中长黑的时候，我才像其他专家，我才像其他的大市场上大部分投资朋友一样，匆匆忙忙恐恐慌慌的才在那边尾盘在那边追杀股票追砍股票，我们在今天早盘就已经公开告诉你我们在获利调节股票，而且不仅调节股票，今天逢高布空单，空单今天一天先拿300点下来再说。好，那累计到目前为止181胜21负，胜率仍然高达将近90%。另外在个股操作部分，我想这个接下来也是重点。继整个威刚、实权、延州喷出大涨之后，光这一个月这三档股票平均有大概3%-4%的左右涨幅，3%-4%涨幅，一个多月三档股票都让你赚3%-4%，不是只有一档。那接下来下一档底部成长股在哪边，以及我在过去这2-3天当全市场所有的报章媒体杂志所有的专家，不管国内外法人，不管所有市场上的专家，可能为了做生意收会员，所以一直跟你讲航运股、钢铁股、什么塑化股、造纸股、纸类股、水泥股都来的这些原物料股在轮流喷出的时候，我相信我已经善意的提醒你了，这个是属于末端喷出，你要小心是短期的强弩之末，所以如果你在整个今这一两天你有因为过度追高原物料股，不管是纸类股也好、航运股也好、钢铁股、塑化股或者水泥股，你现在逢高追高可能被套牢，投资朋友，或者你现在还有赚，但是你有赚到时候你在高档有赚不跑的人，到时候你要小心，反正你有任何现在或者你之前在过年前后你套到电子股，现在电子股被套牢的人，反正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投资，我都欢迎你预约报名这礼拜6下午2点在台北这场演讲会，有任何持股问题的
我都欢迎你来到台北演讲会场来找我。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今天我们带着家族成员的动作，第一个威刚，你也知道从整个低档带你操作上来，好，第一趟价差 9.4， 第二趟价差今天来到105块，我也不要说我今天卖到今天短线最高点105块半了，好，104 105上下我放进，我相信你很好卖，好，那105块就是代表我的家族成员有人穿价成交在105，今天我们威刚在逢高再做一些获利调节动作，所以等到你看到今天威刚开高走低杀尾盘由红翻黑，今天价差超过10块钱，那跟我无关，凶手不是我，人不是我杀的，因为我不是在尾盘追杀，我是在早盘冲高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家族成员再做一些获利调节动作，我也在今天威刚还在红盘之上，我就在我的粉丝团盘中的讯息免费的告诉你，之前我带你买威刚买在80块出头，81、80块半，不是81、80都无所谓，买在80块出头，我在今天100几块，我觉得你做获利调节。好，那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就直接长话短说，第一趟11%，第二趟到今天为止30%，两趟加起来41%，又是一个月左右赚40%，威刚一个月左右我带你赚了40%，而且你也知道我是领先市场，在整个记忆体族群还没有大涨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威刚会大涨，我就告诉你实权会大涨，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知道实权光到这个月为止也有29%，最近这一个月有将近30%涨幅，差0.5%也有1%左右，也有3%左右涨幅，我都是事先告诉你，可不是等到这两三天威刚实权大涨上来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报章媒杂志，你看到市场上其他专家才来帮我们家族成员，才来帮顺家市所有粉丝团好友们来做抬轿动作，因为我们叫做天生做轿命，我们都买在相对低档区，对不对？还没大涨你先跟你预告会大涨，对不对？你要的不是这些吗？还没大涨就领先告诉你会大涨，那你怎么样可以买在相对低档区，而不是等到追大涨上去的创新高的报章媒体是开始暴利多消息的时候你再去做追加，你去追加就算有赚，你也已经绝对赚的比信角色家族成员，你也一定赚的比信角色粉丝团好友们还要少，我现在很清楚知道，甚至包含在整个4306延州，今天我们也是早盘在逢高再做一些部分调节动作，从14.3没有人在跟你讲延州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第一季获利大爆发，处分林口土地要入账，到现在为止38.88%，也是差1.2%，也是将近40%的涨幅，你看从整个低档上来也是大概1个多月，不到2个月时间，延州从之前的缓步的震荡走高到最近这几天的一个急拉喷出，对不对？到最近这几天的急拉喷出也将近40%左右涨幅，那你再回过来看，如果过去这一个月威刚将42%，对不对？实权将近30%，延州将近40%的涨幅，如果这个月你跟着信杰买这些股票的人，我不敢说我的操作绩效是最好的，但是你平均赚30-40%，你50万可以赚15万到20万，你100万可以赚30-40万，你200万可以赚60到800万，你500万可以赚多少？赚150到200万起来，恭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好，那除了这些股票在今天冲高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些获利调节，落袋为安，放口袋的过程之外，今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动作，不是这种叫做关键时刻一出手，你就知道一个专家的一个实力。我说在整个指数上面透过大财会跟个股一样，不是每天在面带你像其他专家拿着软体指标给你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每天带你当日冲，冲到最后你还不一定会赚钱，关键时刻带你出手会赚钱就最重要。好，那今天我们在17380点上进场布空单，17380点上进场布空单，所有信角色家族成员都很清楚，绝对让你穿价成交，因为我从来没有空气单，我也从来没有那种火车单，这价位过的才可以扣讯息，这种火车单我没有，空气单也没有火车单，我跟你讲的都是我们家族成员一定会穿价成交的，一定穿价成交的实战绩效单，你很清楚知道。那今天在尾盘急杀下来过程当中，你看今天我这边特别圈起来，我今天在11点50左右，你不相信的人你去看我的粉丝团，如果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不管是我的 FB 的股市群会，你是我的 Telegram，
或者你是我的 LINE 粉丝团好友们，我在今天11:50左右附近，我在整个盘中抛给你的免费的盘中的讯息，我有没有公开告诉你放空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做你可以进场放空。好，那今天进场放空，尾盘在这边做获利回补动作，大概补在17080点上下附近。好，也没有，我不会说我今天一定空到今天最高17428了，补到今天最低什么17040点呐、啊？我不会讲这，那我买最低空最低补最低的话，我尽量带你操作就是买在相对低档，获利调节在相对高档，空在相对高档，好，获利回补在相对一个低档。那你看今天如果你在17380点以上空，17380以上逢高空，对不对？17080以下逢低补，也一定穿价成交补得到。一天三百点价差，我的家族成员今天1300点价差。那如果你就算你不是我家族成员，你只要是庆甲市的粉丝团好友们，今天这边告诉你放空，你自己去看价位，到整个这个，也不要说补到今天最低点，在这个17080以下获利回补，你今天至少250点。对，我今天送给我们的庆甲市粉丝团的好友最大礼物，叫做今天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操作空单，至少粉丝团好友赚250点，家族成员赚300点起来，好，250点价差跟300点的价差，恭喜庆甲市大财富家族成员以及各位庆甲市的所有的粉丝团好友们。好，那整个大财富的空单今天获利回补，那接下来多空该如何操作？好，我记得我在这几天已经可以提醒过的，五月份会很精彩，好，五月份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好，所以针对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好，接下来下个礼拜4月底以及接下来最关键的进入五月份，多空该如何操作，一来一回会差很大，做对方向跟做错方向一来一回会差很大。就如同你今天你很乐观去追加的，或者盘中拉回以为拉回接买点的，你全部都套牢。你今天知道该逢高空的，你今天至少300点的价差。好，那接下来五月份会不会接下来比300点的价差还要大？会不会可能会有1000点左右的价差？好，我不是在给你画梦画大饼，你也知道信杰老师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就是我不画梦画大饼，我跟你讲的就是十之八九，我不敢说我是神100%，但是至少有十之八九，有8到9成的胜率，有8到9成的机会，五月份多空掌握住做对方向1000点左右价差。好，五月份多空做对方向1000点左右价差，该做多还做空。你有兴趣的欢迎你预约报名这礼拜的我的演讲会。那怎么预约报名？你可以利用手机 QR Code。好，不然下面有我们公司的服务专线，直接打电话进来跟线上服务人做预约报名的动作。再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好，之前该做多我带你全力做多。好，但是该保守，你看过年前的1000点的回马枪，哦，你也知道哦，我只要可以点到的时候，那个回档100-200点我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只要在节目当中，我只要在粉丝团，甚至我特别在演讲会提醒你的，哦，你要小心的时候就是至少1000点左右的回档，至少是1000点左右的回档我才会提醒你，哦，当时跟你提醒你要小心，之后你证明那一波下来跌了1100点，第二次过完年之后，我跟你讲你要小心会下回补缺口，对不对？但是我讲的波段会涨到今年第二季，今天4月22号是不是第二季？今天4月22号是涨到今年第二季，哦，那时候我再提醒你小心，也是一样，那一波下来补缺口跌了900多点下来，哦，3月31号清明节连假之前，很多空头老师恐吓你吓唬你，告诉你什么所谓的清明节会变盘，哦，台股会崩盘，我说还不到时候，哦，你都不用担心害怕做多，有没有？我说会先往上反映第一季财报，做多指数方面太过大操作叫你做多，对不对？那做多上来一路的是涨到这边，前两天在前天4月10号我有没有开始提醒你的融资暴增，台指期结算附近你要小心一下。那昨天台指期结算台股跌121，今天结完算完之后给你开高走低，再送你一根将近什么300多点的长黑，收盘又跌了105点。我有没有跟你讲过预告结算前后附近你稍微短线小心一下。好，那现在重点来的，我觉得今天更重要的是这个好好看了，比较精彩了。
6448亿的成交，6448亿的成交量。你在还在期待有没有7000亿的成交量吗？还是在期待以后还有8000亿的成交量？还是9000亿？还是你希望说台股有一天集中市场出现1兆以上的成交量？当然，信假是我说以后不说不，我会当然信假是也会说啊，以后也是可能会发生嘛。但是你觉得短期间还有机会来看到那种所谓的8000-9000亿1兆以上的成交量啊？真的让你看到7000-8000亿1兆以上的成交量，你不怕死吗？你不怕？我要主力法人怕的更比你更怕，量越大，代表筹码短期越乱，量越大，一定是代表距离波段的相对高档，俗话说的头部越来越接近嘛。你觉得信杰老师讲话有道理？你去看翻开台股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哪一次的相对高档不是大量？所以俗话说的嘛，头部爆大量嘛，没有听过这，你应该绝对听过这句话。你有听过头部窒息量吗？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听过这句话，头部窒息量嘛，头部都是爆大量嘛。今天6400多亿有成交量的，所以现在重点来了。如果你今天在极力做多的人，你就祈祷真的祈祷还有没有7000亿的短期间有没有7000亿、8000亿的成交量，你看到吧？废话不多谈，好，因为时间有限，6000多亿的成交量，如果这是近期最大量的话，这代表背后有什么含义？这礼拜六演讲会很精彩的，很关键，很精彩的。哦，6400多亿成交，如果这是近期最大量的话，这句话，如果你是信假设长期的忠实观众，如果你是信假设长期的粉丝团，好像这句话在 N 年前，你曾经看过、看到过 N 年前的某个高点，你曾经看到过。如果这是近期最大量的话，那第二点，它是量新价行，还是量价同时到顶？量新价行代表什么意思？就算未来指数短线再创新高，只要没有再更大成交量，你该怎么样？好，听清楚哦。如果是量新价行，这代表说，就算指数有再创新高，但是如果未来没有再更大成交量，你该如何操作？啊，第二个就是你应该最不想看到的，量价同时到顶怎么办？那善意还是提醒你了，有些话真的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好心了，都跟你提醒你很多的。你短线这几天注意，今天注意一下，这一两天注意一下融资的变化吧。好，今年的输家与赢家的差别，不是今天以前，是准备要开始的。哦，真正的输家与今年真正输家与赢家的差别，我看好戏真正要开始了，好戏准备要上场了。听得懂的人你就听得懂，哦，看得懂你就看得懂啊，听不懂的人，到时候你不要从赢家变输家。你再后悔，你这礼拜六没有来听我的演讲会，你到时候不要后悔。好，哦，话我点到这边就好。再来个股部分，去年六月底，那时候你看那个恒大一些防疫股在那个升级股在喷出的时候，我告诉你要小心。我说你套到很多的防疫概念股，你未来好几年不会解套。好，哦，运气不好，你搞不好这辈子你都不要想解套获利的，一路下去。再来，好，哦，时间有限，3个月前。我跟你讲台积电，那时候都你看我在跟你讲的一些股票都是当时最热门，都是全市场大家最看好，而且都是那个不管是外资或本土投信法人，反正就是国内外法人都在很好的都出买进报告的一些标的。台积电，我跟你讲说看谁倒霉哦，成为短线最后一只死老鼠。隔天跟你讲什么短期小心杀血统理论，我不管当时国内外法人看多好了，股票就这样 啊法人不在高档看好，人家怎么出货啊？外资没有在600多块跟你喊台积电800-1000，你怎么会去追600多块的台积电？你没有去追600-4、600-5、600-6、600-7的台积电，人家外资怎么出货给你啊？没错吧？你看外资倒了多少台积电出来的，全部都是散户在接嘛。啊，散户接的最后有赚钱吗？到今天为止，你台积电赚了多少钱？你过去这三个月买台积电有赚钱吗？过去这三个月我在台积电赚到钱的人，就只有信假师的家族成员，啊，就只有信假师粉丝团好友们，啊，你自己很清楚嘛。好，哦，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要记住哦，我今天要跟你表达，当然啦，你有台积电现在套牢的人，季线开始下弯的台积电，如果这一波要回档修正到什么时候，会跌到什么价位，
你来演讲会来找我。好，记住哦，有台积电来找我，我会跟你讲台积电这一波至少回到什么价位哦，回到什么时间点你再去买它比较安全哦。演讲会告诉你。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表达重点是，三个月前我跟你讲成为最是死老鼠。哦，小心杀鞋头理论。三个月后的今天，三个月后的今天，我要把它搬到航运股告诉你。昨天就提醒你了，这是末段喷出行情。哦，套到航运股你准备住好几年套房，信不信由你。你不要告诉我今年他赚多少钱，本益比现在几倍而已，多低多低，套了之后你再来后悔都来不及了。那为什么这次如果套到航运股可能会套好几年？来会场我把他的基本未来基本面告诉你，你就知道我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就好像去年六月底我说套到防疫股你会套好几年，就好像今年1月21号我说你套到台积电你好几个月不会解套。也许当下我讲你听不下去，你嗤之以鼻，你怀疑我跟你讲的，你甚至会觉得说新杰老师你胡说八道。回过来你看我讲的都事后都验证了嘛，因为我都在跟你预告未来嘛，不管做多或看空我都在跟你预告未来嘛。但是我越跟你预告未来十之八九最后都验证嘛，但是你等到验证的时候你来不及了，你套牢了嘛，等到你验证的时候你来不及，你已经套到我现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嘛。你现在没套牢还在赚钱哦。今天我送给你，三个月前我跟你讲台积电，我今天送给你这句话，我今天送给你这句话，就看谁倒霉。也许还有高，恭喜你。如果短线还有高，哦，那些长荣、阳明、中钢这些钢铁股短线还有高，我恭喜你，给你拍拍手，恭喜你今天去追高，你还赚钱，你还有机会让你解套获利。那万一没高，你自己就看着办吧。万一没高怎么办？反正演讲会，你有钢铁、航运任何一档原物料的，什么水泥啊、塑化、纸类股都一样，有任何原物料股的来找我就对了。哦，你不要到时候我讲的哈。三个月前跟你讲的台积电你怀疑的人，对不对？现在你都验证了，对不对？那我现在跟你预告的航运股跟钢铁股，你不要到时候我讲的验证的时候你再后悔，你有的赶快来找我。好，那个股我想我在过去从整个年后我带你操作的股票，你看我都是在低档告诉你，都是在还没喷出的时候告诉你会大涨。买在俗话说的好吧，山顶上玩，有最后有谁能赢啊？你觉得这是在山顶上玩？你觉得这是在短，至少在短期的相对高档上玩，对不对？你觉得这次台积电是在之前在670几是在相对高档玩，山顶上玩，最后有谁能赢？底部进场啊，真的叫做不赢也难啊。乔威、国阳，对不对？冠德，对，连大成钢，四月初没有人跟你讲钢铁股的时候，没人跟你讲大成钢的时候，我跟你讲钢铁钢会，大成钢会涨。之后跟你讲的延州。没有涨的时候跟你讲会涨，对不对？就算那天跳空大跌，我还是告诉你利空洗盘，一路的告诉你啊，明知道第一季财报好你不买它，你要等到股票创新高公布财报利多再来追吗？等到你想要追的时候，我的家族存已经赚快四成了，而且我们有获利调节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设停利就好了，对不对？微钢记忆体模组也是在一个月前领先市场告诉你啊，那时候涨了没？那时候谁会跟你讲微钢？那时候谁会跟你讲实权？啊，现在每个人都在微钢，每个人都在实权，每个人都在记忆体。啊，当初记忆体南亚科创新高的时候，我跟你讲什么？你要买微钢，你要买实权，因为记忆体涨价，拥有低价库存的微钢跟实权是受惠程度最高的股票。那你看我之前讲这句话，最近这两天不是很多专家拿出来讲的吗？说如果记忆体报价涨，你要买微钢买，要买微钢买实权，这不是我一个月前跟你讲的吗？一个月前股价还没动的时候就告诉你的，我说记忆体涨价就是要买拥有低价库存的，一路啦，好，跟正，抱歉，一路的告诉你啊，第二次下来叫你买，好。一路得到这边，两次都是低档告诉你，我都是拉回低档叫你买，四成的，42%的，最后你看到的实权也是一样啊。一个月前谁跟你讲实权？对不对？谁告诉你实权？今天
29%了，赎权我已经获利出清了，我今天早盘已经全部获利出清了。达利我今天获利出一半，但是我有些股票获利，今天有获利调节，但是有些股票我拉回会买，哦，但是获利调节我要的就是如果这边有下来震荡整理，下一档的底部成长股，就像我所讲的嘛，下半年进入旺季的电子股，这种在底部区啊，这种在底部区的股票啊，你要不要买？第二季获利爆大爆发股票，这个在底部区的股票啊，你现在是要买在底部区的啊，而不是已经追那种已经涨到天上的股票，甚至已经超严重超涨涨到外太空的股票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你认同信杰老师所讲的，哦，今天爆出历史天量，如果这是近期的最大量，接下来你该如何操作？接下来多空你该如何判断？来会场我告诉你，指数外面透过大财富今天高达300点的价差，接下来五月份更精彩，千点的价差，五月份千点的价差如何掌握？来会场我告诉你，个股部分，哦，什么样股票接下来可以找买点？底部区的第二季黑马股在哪边？我欢迎你预约报名，这礼拜六下午2点在台北演讲会。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